春碧娘娘性子特别好，从不粗鲁下人。这玛瑙明珠耳坠真是华贵，臣妾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姐姐，大哥在我那儿很好，姐姐请放心，我也会看顾海贵人的。妍妃相处多年，她真的不是这样的人。海兰，你说的这么急，皇后娘娘哪受得住啊？话回宫再说。起来，起来。